觉得其实第一我做多人的场合哈，虽然很多人都会把自己打扮得很炫耀，但是我觉得最主要是要看你自己那个打扮能不能够配合你自己的身份，然后舒不舒服，人家看得舒不舒服。我在家里面运动的时候，我家里面跑步的机器旁边，我永远有一大很大一片水，够、哦、这个平台很大一片，其实是有一块大的水，就是1.5公升的那种，总会把它喝完的。那喝完还不够，你还要跑步跑了45分钟之后，你还有之后你还会做其他的运动，所以您当中我觉得已经非常的足够了。哇，明白了，不仅要保养，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永康大哥，有很多的话想要说。